我是依景，今天非常开心又来跟大家分享我的参加舞会的一些必备装扮，请大家拭目以待吧。无辜双眼配上日系卷卷头，青春洋溢扮相，她是超萌美女李依景。华顺小 case， 卡哇伊的外形让不少厂商纷纷相中她。18岁就出道，至今已经27岁，9年内拍过的广告就已经超过50支，堪称是广告界的女王。今年5月更发了个人的首张专辑《一圆歌手梦》。你曾对我说，流星坠跌的时候，开始记一些书本上的内容了，然后强迫自己一定要在短时间之内，要在脑筋里面很流畅的顺出来，然后会多看一些电视剧，来就是加强，来做功课。做足准备，下一步转战戏剧圈。网拍 model 出身的李依景要教大家如何穿出今年时下最硬的染 party 装扮。对于美妆，李依景很有自己的一套见解。挑这一件亮色系的上衣，然后搭配简单的剪裁，然后而且还有 2D 效果的上衣。我在今年的圣诞节呢，就是特地挑了一双后面整个都是铆钉的，我希望在整个的圣诞 party 中呢，会非常的抢眼。不当网拍 model 努力转型闯星河，走到哪都是话题。三立新闻古高淑陈彦杰台北报道。